台中市大陆山东侧的这一块几乎已经是工业区一条龙了。之前的胡市长说这个叫什么科技走廊，我不晓得科不科技，我只知道我住在东海里，住在艺术街那一边，我们不时的就会闻到从台中工业区传来的臭气污染。经过东海大学的师生还有很多居民的努力之下，这个事情好像有点缓解，可在几天前我们一样闻到了，夜里闻到这个味道会让我们睡不着觉，而且感觉到非常的恶心跟害怕。没想到我们以为这样的一个开发已经殆尽，已经毫无余地的情况之下，现在连台中大肚山上的弹药库都要开发成工业区，我们是坚决反对的。人为的环境里面变成了森林，然后森林里面要变成了所谓自然公园，啊，当已被开发的环境，好，慢慢的变回有树林的时候，它就不该再被开发，因为它要慢慢变回森林，所以我们希望它这块大肚山这个弹药库，好，能够还回我们一个森林，因为台中市的，好，自然之肺公园越来越少了，树木越来越少了，我们希望它保留下来，让树木长回来，好，让我们这整个大肚山，好，能够好重回到森林的状态，好，让我们台中市的市民能够有一个比较可以呼吸新鲜空气的一个地方，好，它只是一个我们一个块绿地，但是它也是我们的大台中市民的之宝，好，希望大家一起来响应，也大家一起来面对这个问题，好，希望大家一起发愿，让它变成自然公园，让它变成森林，谢谢各位。4月2号，我们号召了250人提起了撤销环评的诉愿。我们在5月8号也号召了千位妈妈，在母亲节的前夕，在母亲节前夕提起了千位妈妈的联署。那我们今天非常沉痛的发现，我们的中科还是置若罔闻，依然固我的在目前的不断的在开发这个台积电的这个厂房。我们今天呼吁我们台中市民站出来，除了游行之外，我们发起了台中市第一次有史以来第一次的公投。我们需要10500人来提起这个公投案件，我们希望能够号召10000人能够提出这个公投的提案，也希望大家能够到惠中的这个天桥来支持我们的联署。我希望张忠谋董事长，你们真的台积电自己可以撤回这个案子。台中还有很多闲置的工业区土地，这件事情有非常多的团体、非常多的专家学者已经提出相关论述，已经讲了很多年了。不管是从中科三期四期开始，这些开发案都是不当的。我们这么多闲置的一些工业区土地，为什么不先去用，而要去开发这些绿地？这么简单的思维，难道你们都不懂吗？所以我们今天在这边呼吁我们的台中市政府，呼吁我们的台积电，请你们跟人民站在一起，请你们想想未来世代孩子们的需求，不要砍伐这座森林。那座森林是这一个周边区域唯一的生态跳岛了，它是唯一留下来一个可以当作生态跳岛的地方，为什么要毁了它？请你们把这座森林留给下一代，让下一代的人知道你张忠谋董事长曾经为了下一代着想过，让下一代的孩子知道我们曾经有一个市长愿意去面对这样的事情，并且去改变它。后面的邱鸿谷就是很好的例子嘛。我们可以把这个森林留下来，把这个场地留给台中市民使用，难道我们不能把弹药库的这座森林留给孩子们以后进去做一些自然观察跟这一些生命的探索吗？我们荒野的伙伴非常专业，可以带领这一些自然观察的一些行动，难道我们不能把它变成一个生态教育的场址吗？砍掉之后呢，种回多少树都是不够的，因为这污染就已经下去了。而当我们知道整个台积电它可能在全台湾反对中科污染，反对中科污染，抢救大肚山老树，抢救大肚山老树，反对捷古缆车，反对捷古缆车，抢救大肚山老树。
失去了一切。